啊，全新的信徒来遮，会当做伙来遮吼，向工作来祈求，吼、哦、求财求助以外咧，吼、哦、这还佫是咧，咱中年吼特别对信徒关系一个服务，就是讲，你明仔载呢会当求着这个一、这个金铲子吼，阮本教会当提供一公分的这个迄、这个发财灯啦，伫个后边替你按这个按这个光明，啊会当保你的财运。哦，啊，这也足重大意义，啊，希望讲全省的信徒代表，咱台南台全市这好朋友，会当借这个机会，做伙来参与吼工作的这个社会安尼。啊，另外吼，咱即马足紧的时间，你要过年了，吼，啊，咱就一个更加大的活动，就是讲吼，因为今年的疫情安尼真厉害，各项工业吼拢是有影响吼。啊，通过在地方代表吼，有一个基于讲希望全省全国彼此联欢。有像王叔了拜拜的这个新村吼，欢迎回来，大家回来吃过年。阮办一个农村过年十二年，2022吼的新村的大会议。啊，伫个中年，咱希望讲，咱百姓大家甲五湖大家，吼，会当请到全国全省这伊的这新民的同胞吼，做伙来回想一个对策，看讲明年这个疫情吼，唔代表咱来处理。哦，啊，咱希望讲借有这个机会。会当完成讲哦，咱会当国泰民安呐，会当吼疫情会当消退，啊，希望这些市民做伙来遮做一个讨论，啊，互咱一个方向，帮助咱做一个决定，啊，希望咱的国家和咱的社会会当更加提升，更加美好，吼，而且甲各位报，那么先甲大家拜一下早年，谢谢，好。